为什么是这样过去一边？哎，那在镜头上会不会反过来？不会 ，Thanks you。没有啦，这边也可以啦。干，你干什么？看得懂就好了。谁看得懂啊？大家好，我自己来啊。你是？太危险了，是吗？只有各种同学是一起的。哈喽大家好，我们是各种同学。我是千，我是荣妹，我是云蔚，君君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圣诞节。对。但是我相信这部片上的时候，圣诞节已经过了。不过我不管。是吗？是吗？你赶得出来吗？今天几号？今天22号。哦，算了。我们要来布置工作室，耶、yeah! yeah! ！我们的艺术总监。是吗？之前不是别人偷袭。其实我都去大卖场买的，然后这些加起来也不贵，大概600多块。我有很多手作部分。手作。是我们要自己做。就像这种吗？哦，好像幼儿园老师。包裹，包裹，嗨，包裹。然后就是大铃铛，我不知道放在哪，应该是就随便贴吧。他有名字吗？他没有名字。他没有名字，那取一个。名字不可以。杰西卡，嗨，杰西卡。他是立棵树。又是树。对，他没有。他有附这个叮叮咚咚，哎，可以一个人负责一棵树，然后给我。在，我看他。然后他没有名字，可以取。树台没有名。快点，取个名字。取个名字。Cindy，Barbara 也是，然后我们就得罪全天下 Cindy 跟 Barbara。然后这个球球是可以装饰的，干嘛？这是垃圾啊！干嘛？你要对垃圾温柔一点啊！然后这个是星星，超大，太大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这是一个瞩目，一个瞩目的概念，好吗？然后这就是，反正它就很有圣诞节感。你看我的这个戒指，我可以专心一点。是在 Hello。但是可以做雪了，选一下取名字吗？做完再取。做完再取啊。对，然后这是雪，它可以喷，然后就可以有点像下雪。是这样吗？啊？对啊。是吗？它不是喷在东西上的吗？喷在玻璃上的那种雪的吗？不是喷在空中的啦。也可以啊，不过这个是喷玻璃的，就是你有那种。造型的那种，然后你可以把它漆在玻璃上，它就会黏在那。这是麻绳，就是可以，可以 play， 就是像麻绳，麻绳像麻绳一样。哦，我懂了。就麻绳可以挂在上面，然后上面就是有像挂旗那样，然后我就用这个写字或是画东西上去。对，然后是这样。这个跟圣诞节是有什么关系吗？是我的水壶而已。所以我可以开始挂它了吗？你要可以装饰啊，可以挂起来啊，就这样。我就选了它了。哎，这两个都很丑，可以不要用它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Oh my god！ 我喜欢，它好可爱。它很丑，你看那个脸，会做噩梦。我们这样观众会不会很乱？现在看舞台剧，不知道看哪里。可以，会哦。我想要先把它稍微修一下它的头跟屁股。怎么修啊？它就是一个圆啊，让它这边有点平嘛，有点凹，比较好固定。可能很多这种装饰品会不太够哎。有另一个，还有这个。哦好，耶！哇，你感觉是在来画作业那种感觉。没有，而且我觉得挂旗最可爱的就是大家都不喜欢，就是你要先画，然后把它剪下来，是不是？就是一个方的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是方的吗？不是三角形。这样而已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对啊。就你们都不喜欢。我很喜欢啊。OK， 好。我的脚上都是 Cindy 的毛，哎呀，真的！我要帮雪人取名字，我要叫 Crystal。我的桌上都是 Crystal 的雪雪，那就可以做假雪啦。赞哦！然后等下就会清不完。那我觉得我负责这个钟好。不要！你要负责什么？我要负责这个钟。为什么先是大不要了？听到云威要负责装饰，我觉得害怕。拜托，我厉害的很，好吗？这样子看柔妹，这样子像小恶魔。头上那个，我侧面是圣诞树，大家是圣诞树 ，OK。我是麋鹿，我麋鹿。它上面是有那个花纹，它上面有。啊！我在麦克风旁边大叫 ，sorry。我
可爱、啊，我好喜欢圣诞节。我也喜欢圣诞节，它是个很有气氛的节日，能放假的节日就是好节日。我喜欢万圣节。我现在把 Christoph 的头在他的身体粘起来，那就他刚刚就是爆开了。我记得我上次做立体构成铁丝、铝线还有绳，我可以拿出来再做一棵那个树。可以哦，你很会做吗？我超会做。对哦。做过，做过都说赞。在做他的围巾，但是我要先试试看这个长度跟粗度可不可以围他的脖子。雪人到底只凭什么有围巾？他怕冷吗？对啊，看雪宝。他有围巾，他不会融化吗？太热。会啊，但是雪人就是热爱。热爱热，对，热爱热，他在自虐，可以这样说吧。这个缠上去之后，真的就比较像棵圣诞树。对啊，夹在这里哈，可以把它夹爆。可以，可是我不能把它夹爆。谢谢你的问题。为什么这里这么有礼貌啊？你直接说，因为你是有事吗？对啊。很好哎。哇，那你用完了吗？他把它全部缠在上面，他用完了，那好像。就很真欸，它比这个什么奇怪，这个硬邦邦的圣诞树好看。它有名字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它是 Cindy， 这个是 Bob， 而且是你取的呢。Bob 吗？这个呢？这个这一颗是 Bob。它很歪，我们让它站好。OK， 我需要一点红色颜料，有吗？有啊，水彩盒。好，这个像舌头了嘞。舌头。不是，其实你可以先放上去，然后你再用，等它干了之后你再上色。可以啊，这样比较。可是粘土要干的话比较久，那还是它就是打湿就可以直接上色。你说不 ，I don't care 吗？对 ，I don't care 这样。我不知道，没试过。要吗？要吗？好，随便你们啊，又不是我要做雪。啊，耶、yeah, ，橘色。好，我做的很屌丝。好了，好可爱哦、喔。你蛮会做的。这有什么难的、啊？然后帮它压纹路上去。你可以把它做畸形一点吗？那哦。歪左边还是歪右边？可以吧？艺术中间。但是你们的品味不干涉。怎样？这什么脸？不满是不是？我们俩是不是讲？来做这个，我有点忘了，就是类似像这样。我做了一个大颗的，我的立体构成作业，就是你要先准备一些大概是这个量的。哦，蛮多的耶。对，然后就在它根部的地方，尽量让它是整齐的。你三根手指，哇，这要蛮用力的嘛，它这么大。它是铝线，然后变形，就卷了两次，就把这边抓一半，然后从这个地方再转，一样转了两圈，好，然后你这边也是，刚这里就把它分一半。然后转两圈，这样是不是就又分支了？分支之后呢，你就是做一样的动作，这边再分一半，然后再转两圈，然后这边也是再分一半，它就会越来越多分支的。对。你也可以不用转两圈，你可以变化，这边可以再分一半。小雪人，好可爱啊！因为小时候有撞到脑袋，严重怀疑。OK， 而且他的毛巾真的是絮絮的，对啊，流苏毛巾。对，不够白啊，因为它睡眼很多啊。对，没关系。他弄得好恶哦。我还在努力调整。真的还蛮恶心。还没弄好，冷静，大家冷静。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吃了，就是好吃的。
尝试。对啊，我们其实也没做什么，但是我们很努力的，所以不要抨击我们。那个布条很可爱，它是反的。对，我们也反了 ，sorry。为什么是这样过去？那在镜头上会不会反？不会 ，Thanks you。没有啦，这样也可以啦。哎，你很什么？没关系啦，要怎么办？要怎么办？看得懂就好了。谁看得懂啊？好，我们现在就是闭嘴开始。好，我们今天影片就结束了。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然后我们现在不定时更新影片，对，因为你知道人变少了。你很难有定时的稳定的做什么事情，就必须要是有人可以帮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做得出影片，所以很辛苦啦。你们的酒，我的酒呢？把我红酒拿过来啊！拜拜，拜拜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！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，可能我已经明年了。新年快乐。